坐下。老孙，你喜欢哪个他俩？喜欢谁？老大，你往这边。老四，来问问你，老大和小四，你喜欢这史正喜欢谁？老四，喜欢谁？啊？喜欢谁？喜欢谁？老四，你喜欢谁？他俩？人都已经用行动证明了。四哥说：“媳妇儿，你别生气啊！”我的妈呀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！我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事儿，老四啊，那从古至今，那谁家狗狗脚踏两条船呢？啊，老四，你喜欢谁？他俩别动，你俩别动，老四喜欢胖女，你告我，你老四你摸，你选择一下喜欢谁？他还喜欢谁？喜欢石榴，那别跟老大在一块了，行吗？别跟老大在一块了啊！我真服你这个劲儿了，你那从古至今，谁家狗狗脚踏两条船呢？啊？这才是明媒正娶的，知道吗？这个，亲一口。那个也不是明媒正娶啊，也没抬八抬大轿啊。哪个？这是原配呀、啊！我说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老四那个体现的淋漓尽致。他在告诉你一件事儿：男的都是花心大萝卜，狗狗都不例外。哎呀，老四啊，说你这逼样呢，脚踏两条船是不是？啊？到底喜欢谁？老四，你到底喜欢谁？说话，到底喜欢谁？喜欢谁？这个喜欢谁？不是，这喜欢谁？不，这个喜欢谁？不是，喜欢谁？不是，这个喜欢谁？不是，哎，好。对呀，你再不摸的话，你就要把你姥爷给弄死了。啊，亲一个。这你知道，这老四给你舔一下子，你就乐呵了。